云彩这个部分呢、啊，也是讲到这件事。我刚才跟你们讲啊，我是这个当兵的时候啊，最希望那个有一个云。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呐、啊，这个是百万大军，哎，如果白天没有云柱，晚上没有火柱啊，来指引他们，来遮盖他们，那是受不了的。我们这个经历风的时候啊，一次性暴风飓风，然后把我们翻转了。但是啊，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神天天的遮盖我们，帮助我们，圣灵的恩膏要一直临及我们，才能保守我们一直走到路中。了解我的意思吗？讲到云是这件事，当你一面有暴风圣灵的临及，然后圣灵的来同在，然后另外一面有云，然后作为遮盖的云，然后来帮助我们得着那个什么长久的恩典。以后我要跟你讲，风云变色。有风有云，好像对你很好啊，又有风来帮助你、临近你，又有云来遮盖你、来告诉你，然后帮助你在这个圣灵里面得着什么样、得着恩典。你以为这样就够了？没有啊，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啊，因为风云之后就是变色的时候，是什么？你会发现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他是一个祭邪的神。这是他很特殊的神的一个什么属性？你不要以为神的属性都是好啊、正面的啊，什么他很爱啊、仁慈啊，这个爱光圣义而已啊。他也是祭邪的神，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容不下沙子的，眼睛容不下沙子的，他是一个圣别圣洁的神，他就像烈火一样，所有一切悲情下品、不讨神喜悦都要被烧尽。只要你跟他同在，只要你跟他同行，只要你与他是一，一定会烧掉。阿门，这个是祭邪，哎，所以我们有时候哈，我们读经是这样，哎呀，老师啊，可能那个是旧约啦，我们现在的新约的耶稣都很爱我们呢，还为我们死嘞，是不是？我们的理解都是这样。来，这边这一段话是《生命记》，是旧约，没错吧？啊，确定啊？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希伯来书》是新约还是旧约？新约吧，来一起念。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哇，没变，懂我的意思吗？一样的，神从来没改变，是你改，你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我们以为他只要新约的时候就对我们好多了，不是这回事啊，因为我们不了解神，在新约里面他仍然是烈火。为什么他是火？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容不下渣滓，了解吗？来，我们来看啊，在以西结书一章里面哈、啊，讲了一段话，他你们一起念这一句话好不好？我见他从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耀子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好，弟兄怎么样？金睛显耀啊，通通都一样。腰以上是思考的概念，腰以下是行动的概念。阿门，了解吗？不太一样啊、哦，一个是形象，一个是行动啊、哦。然后第二个呢？哎，有火，他那个他字是。下面那个翻译你就看得出来了，那个他是神字旁的他，对不对啊？原来是神自己，看起来像什么？好像光耀的金银合金 ，like electron， 不是 pure gold，pure gold 是纯金，但是他写的英文是写什么 ？electron 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哎，很好，好，那也就是说，哇，这不一样哦，他下面上仿佛火的样子，都有光辉来。下雨的日子啊，云中红啊，红的眼形状怎么样？周围的光辉的形状也是怎么样？云中 红的形状是半圆形的嘛，对不对？圆的概念嘛，啊，那周围的光辉也是这种形状的，懂吗？哦，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荣耀的形象显出。所以很多的呢，这个后来的人呢、啊，画那个耶稣画的什么？
头上跟弄一个圆，他是用这个来讲的，你知道吗？但是不，绝对不是这样子哦。来，然后这个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好，我要告诉你哈，这个是神荣耀的形象，他呢，有一位说话的声音，来，见他腰以上，谁知啊？这个在那里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跟我在平原的时候所看见的是一样的，一样的。来，弟兄姊妹啊，你现在慢慢的哈，你会发现哈，很多的，我现在帮你连接那个拼图，都是圣经的经文，然后呢，一块一块，这边一点，那一点，然后等到全看完了，连起来啊，原来是一个图画。来，我们从启示录四章来一起读。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的宝座，好像绿宝石。天使又是我在城内街道当中，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的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好，光这一边哦，你们就了解，很有意思啊。从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叫做什么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诶，你看过有任何一个宝座是一个人抱着一个羊坐在那里的吗？它不是那个意思，懂吗？神和羔羊它有一点类似同位语，就是救赎的基督，救赎的神，了解我意思吗？流出来的。所以金银和金，记不记得金是什么？父神神圣永远不变的性情，强调父的概念。银是什么？子神基督救赎的工作，救赎之神，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所以那个宝座上显出来的是什么？金银合金的那个什么显耀。阿们，了解我在讲什么了吗？很好。来，好像好像，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吹动的风到底是什么。来，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正如整本圣经一样，以西结书用看得见物质的事物去表征属灵的事物。这里的暴风是什么？圣经里面的风有反面和正面的意义哦，他要看到它上下文。反面的意义啊，风是指神在人身上审判的那个象征表号。暴风就是以前的太坏了，啪要把它转回来。还有呢，在这个耶稣啊，不是行在那个 船上、哦、然后有暴风来，对不对？是负面的概念，还有很多的那个攻击。好，但是从正面的意义来看的话，风象征什么？一起念，圣灵吹在人的身上，或者降到人身上，使人得着神的生命。所以大风吹过，圣灵就向我们充满。阿们，清清楚楚的，哦。所以这些啊，都是用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去形容、表征看不见、摸不着属灵的事物，这就是这样的。圣经里面哈、有几卷书特别难解，以西结书和约翰的书信都是属于这种的，因为它常常是用意象来告诉你里面的故事。如果你不了解那个意象后面说明的每一个原则和它的源头是什么，你很难解开来这句话。了解我意思吗？那些话就对我们稍微隐藏的。好，原来啊，吹动的风是啊，圣灵领起了我们，叫我们得生命。那遮盖的云是什么意思？一起念。云在这里，表征神作为那云，与他的百姓同住，遮盖他们，为要照顾他们，向他们施恩。好，弟兄姊妹啊，向他们施恩。神作为风，它临及到我们这边来；神作为云，它停留在我们这边，不仅仅只是一次性得着你，它要一直不断的连于你，对不对？一直不断的跟着你走。以前呢、啊，只是一次性啊，吃了这个救赎的这个神的羔羊啊，然后过了逾越节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你还要神啊，神还要天天要跟你在一起啊，才能给你供应玛拿，才供应灵磐石的水啊，对不对？那不然你怎么活呢？对不对？所以神作为风，他临及我们，给我们得着生命。神作为云，而且那个风还是暴风，不是那小小的，因为通常小小的风人都不太敢
都不太改变的，你知道吗？都没有很。其实这要看你是怎么样想。我以前哦，对那个，这为什么那个雅各啊，他跟神摔跤，他都赢得了神？难道神有那么弱吗？神是允许他，他还容忍他，容忍他，只是摸他一个大腿，我就没了。对不对？就是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来在这边了，我们他不太懂神。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神，是因为神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没到，只好让你先容许你这样。然而，这叫微风的时候，什么叫狂风暴雨啊？狂风的时候就不会让你这样子的，你就非得转不可。阿门。所以我们通常一个人哦。好像吃水饺啊，吃了八颗九颗都不还没饱啊，第四颗刚好饱了。所以我们三分也是这样，很多人在你得救之前已经在你身上做了很多神的工作铺垫，但是刚好到某一个时候他得救。老师在去年这一年里面带了很多很特殊的人得救，以前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以前就住在我这个一亩三分地的附近啊、哦，就不会碰到这些人，都这些人都很独特的人，很独特的人。但是这一次怎么样呢？他们以前很多人跟他们传福音没有效，你知道吗？但是不是说我们就好？刚刚好神用我们临急他们的时候，像暴风一样，他就转了好几个。来，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哦，这个是真实故事，我简直自己都傻了。有一天呐、啊。我知道，在深圳那边有一个老人家啊，这是我带得救的一个弟兄，老弟兄，这个身份很显赫。然后他跟我讲，牧师，我一定要得救，我一定要受洗，但你一定要在你离开以前要为我施浸。我说可以，下个礼拜我为你施浸。那时候我回到台湾，然后为了他，我特别飞香港一趟，为了要施浸他。星期六那天，然后主日晚上我就走。你知道怎么样？星期六早上凌晨大概五点多，突然之间我梦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梦到户外有两颗太阳，那我就好奇啊，跑出去，哎，一看，哦，头顶上还有一颗三颗太阳，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写信给我的姊妹，我就说，哎，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为我祷告。我总觉得今天一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那时候是五点多，然后就写了，大概六七点，然后就坐飞机就到香港。才到香港一下飞机啊，那个姊妹啊，高兴的不得了啊！我说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啊！我说什么事啊？你知道他怎么讲？我们这边有三位弟兄要同时受洗，还有一位姊妹。我说，哎，哪三位啊？你知道是怎么样吗？其中一位啊，就在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在深圳吃饭。他是一个官，小官，不是太大的官。但这个官很好玩，他在这个他好就是承接了一个美国的公司，手头上的那个账面上的资金1000多亿美元呢、啊，1000多亿元是这个年轻人，哎也不年轻了、啊，也大概四五应该50岁哦，你知道吗？那天我一看到他，我也不跟他讲别的，我说是你有钱那是你的事，但是我要传福音给你啊，只要你得时不择时嘛，对不对？赶快传福音啊！那天就跟他讲，就我这个老弟兄啊，他是一个将军退役的，你知道他怎么样？他说我们这边吃饭的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通通都是信主，你还没信主，你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说不能这样传福音啊！但是很奇妙的是，发生在那个人身上。他听下去了，然后后面每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听还是假听，反正我常常就是这样传福音嘛，种撒种就对了，不管了，他得不得救他的事，我该撒我的事嘛，对不对？我撒完以后我就回家，我根本不知道他会得救。你知道他后来发生什么事吗？什么叫暴风？我现在跟你形容他的故事。他那天怎么样都睡不着，隔一天买了一个机票回船，跑到他的县城里面辞掉他的那个工作，退出共产党，然后赶回来要来参加我的十圣受洗。天哪，那个礼拜发生好多事啊，全部都发生在他们几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这样子，一大堆的问题。他们的护照啊，刚刚好有什么过不来，香港都过不来，你知道吗？就是很奇妙，24小时里面解决掉了，一个一个解决。到那天早上，我刚好梦到三个太阳。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啊，我是觉得他应该要好好收集，因为我总觉得他信主还没有到位，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说是信主，但是根本就不像啊。那我就跟他讲，你就干脆哈，趁这个机会，然后说谁谁谁得救了，那你谁也得救啊，你干脆也是也顺道吧。他没给我回，你知道吗？结果那天不止他自己得救了，他把他太太也带来一起受洗。就那天就四位，全部都在那个这个香港哈、哦，有一个地方啊，是有挪亚方舟公园的那个地方，全部都在海边，一个一个进来。哎呀，你知道什么叫暴风吗？就这个意思。但是遮盖的云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得救的人都需要的。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时时加添在我身上，我不能活无你之处。这就是遮盖的云，好不好？然后，所以啊，当有风临到我们这边，当有云遮盖我们的时候，停留在我们身上，你以为会发生什么事？来，一起念啊！风同着云，指明神与人之间将有重大的事故即将发生，风云变色。来，什么色变色？就是炼尽的火啊！弟兄姊妹啊，小心一点啊！炼尽的火。以西结书里面怎么看到那个火表征神那个焚烧鉴别圣别的能力，火很有意思哦，记住哦，那个火把上面火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焚烧炼净的功能，消除掉所有一些疑难杂症，这个悲情下的不讨真喜悦不圣洁的事，然而同样的火成为指引的光，阿们，同样的火成为指引光，在外院子的铜祭坛上是销毁的火，在外院子的铜洗濯盆上却是那个铜洗濯盆的那个铜从哪里来？从那个妇人啊，帐幕面前办事的妇人，妇人是女人啊，女人家里面的铜镜子，每一个人奉献出来打造而成的。你知道那个洗净的意思是什么？就好像镜子一样，你要在里面洗净，你原来是怎么样？不洁的嘴唇，不洁人住在嘴唇不洁当中，现在借着这个化中之水的洗涤，我就洁净了。所以火两个功能，一个是外院子的铜祭坛，另外一个是外院子的洗濯盆指引，一个是焚烧炼净，一个是什么指引方向、哦、把你洁净以后，然后给你一个指引，让你看到你真实的状况。所以在这个你要来，我这个事哈不讲也不行。来，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快的跟弟兄姊妹讲这两件事。这个哈，这是圣所，然后呢，这个是圣所中的。这个是外面的哈，是这个神的帐幕啊，里面呢是，诶，不能动啊，来再来一次，哎呀，回来，怎么回来？哎，感谢主，好回来，共享，哎，怎么回不来？怎么回事？哎，我该画的图放哪去啊？啊，好，回来了啊！来，弟兄姊妹啊，这个部分是什么？这个是至圣所，至圣所是正方形啊！这个应该是它的两倍啊！我画的不好啊，但是弟兄姊妹听清楚啊，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这有一个铜祭坛，那这边有一个什么铜洗濯盆？红喜作品，好，铜祭坛的铜从哪里来？记不记得？铜祭坛的铜啊，是可拉一党的人背叛，跟着250个这个首领，对不对？他们手中那个铜香炉，那个铜打成，当他们地开了口，把他们怎么吞灭，然后火烧了他们以后，剩下的那个铜香炉是经过圣别的献上的，所以那是有香嘛，所以把它打开来，每一个都敲成碎片，薄片贴在铜祭坛上，
阿们。所以你看到那个铜祭坛，你要知道是什么概念，所有的人都会怕。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地开了口，然后吞死他们，这个是指的什么？审判。所以这个部分讲到审判的是 judge 啊，审判。哎呦，颜色太淡了，这个太淡的颜色啊，那不管了。好，我把这个颜色稍微换一换啊。好，但是这个铜洗濯盆的铜却是什么？你知道吗？来，铜洗濯盆的铜从哪里来？铜镜，镜子。所以啊，前面讲的审判，后面讲的光照，指引，照亮。哎，照怎么不出来呢？啊，我是不是发音不对啊？照。照相。哎，为什么我打不出来那个照字 ？ZHAO 哎，好了，光照。哎呀，真是昏倒。所以前面的讲究的是审判的事，后面的讲究的是光照的事。听清楚哦，这是神的 tabernacle 是帐幕。但是从帐幕到什么地方？到圣殿，同一个位置的这个铜洗濯盆的这个铜祭坛加大了，但是同一个位置的铜洗濯盆变成铜海，知道吗？同一个事情变铜海了。好，来弟兄姊妹，这个哈、扩大了，成为什么？成为铜海啊。哎呀，又摸到什么地方不应该摸的？重做啊、哦、？OK， 很好，原来是这样，要多画几次我就会了啊、哦。来，铜祭坛到铜洗濯盆，然后再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它改了名了，它的整个的位阶高很多很多，它叫做铜海。海。阿们，弟兄姊妹，懂吗？铜洗濯盆它没有尺寸，它是讲神的洁净是无始无终的，是完全的洁净，但是实际上不是太多啊。但铜海是很大的，铜洗濯盆洗手洗脚啊，好像毛手毛脚啊，手和脚都不干净，要洁净。但是铜海是全人的，阿们。然而。你到了天上的圣殿的时候，他写了一个很特别的话，叫做玻璃海。有没有？记不记得天上的圣殿讲了一个玻璃海？要换那个颜色，不然看不到。玻璃海。哎，玻璃。好。弟兄姊妹，玻璃海很独特哦，他说玻璃海的海底下是有水晶掺着火，懂我的意思吗？玻璃海的海上才是那些得胜的圣徒，144,000人，知道我的意思吗？他是把铜海跟铜祭坛连接在一起讲的，懂我的意思吗？这个玻璃海底下有火，掺着火的硫磺。那是指的什么地方？铜祭坛说的，玻璃海本身是什么？是铜海说的，是那个铜洗濯盆的那个位置说的，懂吗？它是把两个合为一，就是火的概念，听懂吗？火一面是焚烧炼净，另外一面成为什么？光照指引，好不好？现在我讲的够清楚了啊，来，我们回到原点了。怪、嗯、啊，你们那边对了吧？应该是这个吧。所以老师跟你强调这个事情，是因为有原因啊。为什么炼净的火那么重要？因为它有炼净的概念，炼和净，炼是怎么样？把它把所有的掺杂的事物全部烧掉，
净洁净有光照指引的味道，好吗？它有两层，所以啊，一面是焚烧，另外一面呢圣别 光照、哦、所以每一次啊，神来眷顾我们的时候，他、啊、用他的火，他像风一样来临及我们，圣灵临及他，像云一样来拖着我们，对不对？遮盖我们。我告诉你，当他这样子一直与你同在，你还是原来的你吗？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变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圣经说我们的父是圣洁的，你们也必须是圣洁的。他不会容许我们还是原来的我。阿们。所以他当他来眷顾我们的时候，他的圣别的火就要来焚烧我们里面一切与他神圣的性情性质不配的事物，全部都要烧掉。这个焚烧的火使我们蒙光照，叫我们看见在神面前属灵的光景。所以啊，圣洁的火，圣灵的火越焚烧，我们就越炼净，越蒙光照。阿们。这就是神是烈火的真正的含义。阿们。所以要经过风，经过云，然后有一个烈火的光照指引炼净消解。好，后面呢，经过这样的过程才会有光耀的金银合金、啊、好，在七十四译本的那个译本和通俗的拉丁语本、啊、那译者是说它不是真正的 pure gold， 不是纯金，乃是发光的金属，有颜色。纯金，反正化学家知道真正的金子纯金百分之百透明流质的根本看不到，所以它一定是发光的颜色，表示它是合金，你知道。但是一种 不知名的物质，有可能有人是说达明的 version 就是讲了是金与银的混合物啊。为什么是这样？从神和羔羊的宝座看出来的。阿们。神讲到什么父神永神圣永远不变的性情，羔羊讲了子神救赎的工作，金讲到父神永远不变的性情，银讲到什么子神救赎的工作，两个坐在什么地方？宝座上，成为金银核心的潜要。阿们。现在完全听得懂啊？我前面铺设的很多地方就是为了让你今天这个地方看懂，看完以后哦，原来是这样，金表示神的性情，银表示子神的救赎，所以金银合金是两种元素组成的，表征羔羊神就是那救赎的神，成为我们的显要，意思是你不再彰显你自己，乃是彰显谁？基督自己。阿们。好不好？对不对？你不再是你吗？我不再是我单独活着，乃是神在我里面，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阿们。这是金银核心信仰。好，我们来重新来复习一下今天的时间、哦、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进入。我知道你们、哦、很辛苦啊，因为 北美跟那个中国的时间刚好颠倒过来，我们这边要晚一点，他们那边刚好可以 OK、的时间早上、哦、所以我们、以后我在那边的时间可以再提早、哦、因为 我那边我可以提早然后跟你们上课没有问题、哦、我们就一起来、哦、那来，这个风云火金的经历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正常基督徒整个属灵的历史。来，我们一起看啊，一起念：经历神做风云火金银合金这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我们越经历风云火，就越有金银合金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并彰显荣耀的人。很好，第一件事你要知道，这是不断的经历的，它不是一次性，它是一而再再而三越来越多的进入。阿们。我们不是一次性、哎、你知道吗？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 我刚开始服侍主的时候我就经历过这些了，然而到今天都二十几年的服侍，我还在经历这事，这不是一次性永远的，这它常常是一直不断的连接于神，才会一直不断的是吧受炼净。所以那个金灯台的光号很有意思，祭司要有一个修剪的剪剪刀啊，剪刀做什么？一些油啊，油灯那个是用线的，对不对？线那个烧了就烧焦了，部分要把它剪掉，对吗？这个光照指引有时候、啊、年轻的时候是一种感觉，年长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感觉，有时候老化老啊不见得是好事、啊、我们要好好的回到主面前，主啊，愿意我们常保的一个什么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永远年轻的心，主
我不认为我什么都懂了。我来到你面前，我仍然是一个好像婴孩一样，我仍然愿意来听你的说话。这样的心就是修剪的过程。阿们。好，那属灵的故事常常跟吹动的风、遮盖的云、炼净的火有关系，所以结果总是发光耀的金银合金的组成。这就是救赎之神基督耶稣他自己那个荣耀的辉煌的显耀，好吧？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成长史，所有的经历都在这个风云火急里面都看到。所以你要知道，以西结很特别，他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去形容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真实的含义。所以这个里面看起来很简单，风云火急没什么，但是里头很多很多的话，对不对？你要怎么看？你要用圣经里面前前后后早就已经酝酿在那边的话来看这一段，不然看不懂。阿们。好，来，我们现在趁着时间还有，我们要进入第二段的意象，叫四活物的意象。你明天今天看完这些，整个人都很有活力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是活物。来，我们一起来念第一章第五节到十四节。好，一起念啊，弟兄姊妹，你们念好了，我先休息一下。就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象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四个翅膀。来，我发现解开的话，声音就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念啊，自己念啊。来，第一个看到四个活物的形象，这边写的很清楚，有什么形象？有人的形象，也就是四活物以谁为代表？以人为代表。活物是神的造物的意思，那以谁的为代表？人为代表。那很奇妙，这个活物有四个脸，四个翅膀。弟兄姊妹啊，以西结书有两。触及了形容这一件事，前面用的是四活物，后面用的是几路活，懂我的意思吗？他其实讲的是同一个概念哦。来，我们再来看，我好，我们来念一下牛蹄和人的手，来一起念，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如鼓之笛。都灿烂如光明的火，在四面的翅膀以上有人的手，这四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具各翅膀前行。好，弟兄姊妹啊，这一段话很有意思。你在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种感觉，腿是做什么事的？走路的，对不对？走路是直的，腿走路，走路那个 walk w a l k 啊，是什么意思？行事为人的意思，是直的、直率的、正直的，好像什么牛犊之体啊？这个我待会我们一直来讲，就是我们行事不弯曲，了解我意思吗？行事为人不弯曲，不是乱七八糟的。哎呀，我曾经听到有一位姓曾的这个号称国学大师，他怎么讲？他说啊，外国人真的做事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根本就没有用。咱们中国人多厉害啊，两点之间最短的线不一定是直线，都可以弯弯曲曲的到。你听得懂他的意思吗？要达到这个事情有很多的方法，你要怎么样这么用尽方法来搞。所以他不是直的腿。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都是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形容看不见摸不着的话。光明的铜，弟兄姊妹，铜有两件事，一个是什么？铜香炉的铜，就是铜祭坛上面的铜，审判的事；一个是什么？洗濯盆上面的铜，反照指引光照的事，全部都是在这里面。阿们。铜的用途，金银宝石，铜金银铜铁通通在圣经里面有它的什么价值和意义的啊？铁是指铁杖，一面是指管辖的权力，另外一面是讲了武器，这是铁的问题。铜是怎么样讲审判的铜，审判的事。所以凡是讲到铜的时候，都跟外院子的对付很有关系。好，那个四个翅膀上面有人的手，
翅膀啊飞行，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这个事情啊是有关的。好，下面有人的手，手是要做事情的。你知道哈，这句话其实是很伤人的。我们做人处事做事情要像人一样，要有人的手，做得恰如其分，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做事不要像禽兽一样用不是人的方法来去做，要做事什么恰如人应该有的彰显我们的做事，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要正直，我们的做事要有人的手，阿们。我们所做出来的能够被称为那个是真的有人的形象，那个是瞧我是人啊，我是这个宇宙的意义啊，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啊。然后彼此啊，这个翅膀互相接连，行走并不转身，什么意思啊？它是不能转来转去的，不需要，它是配搭的走，整个的团队四个脸面朝四个方向，对不对？你们现在哈不方便表演了、啊，我一表演就知道是什么概念。我先今天不表演，我们明天再表演。这个一表演了，你马上就懂了。来，一起念。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个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蔽。有时候你要看啊、哦，这个翅膀啊、一对一对，有些时候还是遮体的，它没张开来。看起来是像一个，实际上是两个。有些时候他跟你直接讲有六个翅膀啊，所以有些时候是不遮的，不显山不漏水的啊。那个这个很奇妙，这个脸的形象，形象就是什么要彰显的意思，彰显出什么有人的形象，恰如其分的人，人是啊最高的怎样，所有的生物里面最高等的那个。因为人才能代表神，彰显神的形象。但是也有狮子啊，狮子是做什么？征战得胜的君王，对不对？那么牛呢？是啊，劳苦这个背负重任啊，又成为祭司的牛，怎么样？是完全奉献的，是啊，仆人的形象。但也有鹰，是超越地上的意思，是超越的这个生命啊，懂我意思啊？好，两两互相接连，然后又遮体，好，所以啊。我们这一段话又讲好久啊，啊，然后他们俱各执往前行，他们就要么就往前，要么往后，懂我意思吗？要么侧行，就这样。来，后面这一段话很有意思，一起念清楚啊，仔细看圣经。他说什么？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现在就应该要演给你看，所以因为这个事情，你现在去想象，因为平常我们在课堂上我们都会讲这个，在课堂上我都会找四个弟兄啊就出来，那要面对外头，对不对？四个脸面，一个做人，一个是狮，一个牛，一个鹰啊，他们没有翅膀就用手啊互相连接起来，然后互相连接起来，行走并不转身，要么就往前，要么就。一个往前的时候，另外有两个是什么侧行的，对不对？像螃蟹走路一样，对不对？但有一个是什么退行的，退行，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整个是配搭在一起哦。那行走并不转身哦，他们的行动是怎么来的？灵往哪里去，圣灵指引到哪里，他们整个的行动就到哪里去。而且他们的行动很有意思啊，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啊。所以这个每次表演的时候都演不出来。因为这些人没办法电光一闪。好了，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刚才念的这一段话，整个都是一个表号的图。这个以西结书啊，跟那个约翰福音很像的原因啊，都是很靠近神的、啊、祭司，很认识神。约翰是啊，耶稣身旁啊最爱的那个门徒，
就他常常动不动要撒娇的，你知道吗？他在耶稣的身旁，他了解我们主的那个意思，所以常常用最简单的话去形容最难的、最复杂的事。你知道约翰福音很有意思啊，约翰福音啊，它的文字并不难解，每一句话都很简单。我是天上降下来的活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爱，是吧？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他用讲一连串讲了七个我是，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用这种直接讲的时候，最难理解，你知道吗？感觉起来很简单，但是最难，知道吗？因为他讲的是本质的事，他不是形容，他就是爱，他不是形容他有爱，懂我的意思吗？哇，你看看约翰福音的啊，约翰的书信，还有到了约翰的启示录，简直不可思议。一个，你知道我在英国教过书哈，英国伦敦啊，有两个学生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班还是博士后哦，很不错吧？我有一天啊，就跟他们讲，哎，王弟兄啊。老师有一个请求你，你来试试看啊。他说什么事啊？我就说你这样啊，你好好的回去啊，努力的读那个约翰的这个启示录，你不管读几遍都随便你，然后你重新写一遍就好。你多久可以弄出来？他说：“哎呦，老师，我这个做不起来，我说背不起来，背不起来。”我说：“哎，你有没有觉得一件事很奇怪？你是剑桥大学博士后。”咱们的约翰小学都没毕业，为什么约翰看一次就搞定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是学的再多都写不出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约翰根本不是用背的，他是用看的，看图说话，他所有的话都不是用记忆的，他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现在小学的时候哈，比如说你小学第一天去上学的那个样子，或者小时候什么什么事情，诶，历历在目的很多这种故事，对不对？为什么？有人叫你去背吗？没有，但是你记得。像我就 很有意思哦，我印象中我们家那个，我好像有印象我们家就在聚会。我有印象中我的家就在聚会，我记得哦，有一次啊，那个不知道前门还后门，我记不起来，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好多人跑到我们家来，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唱诗歌。我记得很清楚的，到现在还是记得那个样子，都还记得，就是很奇妙。然后我现在是在想哦，约翰真的是哦，神宝贝他，神怎么说？他说啊，我要什么小玉我的仆人约翰来看见这些光，啊，看见这个异象。而且说告诉他，警戒他，你要把你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和将来必要发生的事写在这本书上。所以启示录的结构很简单呢，所看见的已经发生了，过去现在的事和未来的事，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它的结构，清不清楚？启示录是这样的，后面的事情哇，很你想也想不到，如果他是编的，他天才七印七号七晚，谁编得出来啊？他除非他是看着然后写的，他背不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学生说：“哦，真的，我现在想一想，这个我博士读了那么多年，我这个书我再看我都背不起来。然而是用写那个看见的故事，记不记得哈？我们你们没有教过，那我下次等下会教了。”我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会讲到这些事情，然后讲到那个时候你就非常理解什么叫表号的书。表号的书，来，我们刚刚看到的四个表号，风云火金都是表号，是吧？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去形容看不见摸不着属灵的事，对不对？然后再来呢，我们对神啊的经历中，我们的属好像什么，这个就是表号的意思啊，好像吹动的风，好像覆照翱翔遮蔽的云，好像闪耀光照搜寻的烈火，又借着焚烧我们而圣别我们，并且它像什么光耀照耀的金晶，金银和金，有没有？好，这个事情你看一看哈，四活物是怎么经历的。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当我们经历神作吹动的风，
故意的云，焚烧的火和金晶石，我们就成为是活物。我们原是死的，但借着这样经历神，我们就成为活物。主耶稣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保罗说，我们原是死的，但神要我们活过来。我告诉你，我们原是死的，就像那个枯骨一样，但是我们经历的吹动的风，圣灵临济了，圣灵的光照了，对不对？然后呢，覆庇的云，恩典的同在了，对不对？焚烧的烈火，然后烧掉一些不属于他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成为金晶的显耀，彰显神的时候，我跟你讲，活物就出现了。阿们。活物的活字哦，其实它是生命树的那个生命的字根，就是那个 life 的字根啊。所以呢，这个活物啊，其实是指有生命之物，有生命的意思。什么意思？死人是没有生命的，死人要听见，听见的人就活了。好，然后原来是死的，但是神叫我们活过来，成为活物。好，那越有风云火金的循环啊，循环，我们就越活。你越多的让他来炼净你，让他来什么光照你，让他临近你，让他焚烧你。我跟你讲，越有什么神的光耀显出，又就越有什么生命力，就越有生命的显出。好。所以啊，原来我们是死的，经过了风云火境以后，我们就点活了，成为满了活力的。哎，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一件事啊，一个聚会里面如果不活，就缺少了生命了，就证明这件事，缺少了经历风云火境的事。什么意思啊？一个聚会里面全部的人都是安安静静的在那边等人家，这边等，那边等，那边等，这边等，然后没人祷告，没人唱诗，没人带领，没人做见证。我跟你讲，通通死了，懂我的意思吗？什么时候你经历的风雨火金，就有人做见证了。主啊，我是真经过这件事，哇，神怎么临济我，就像暴风一样的临济。阿门。哎呀，主啊，我实在是谢谢你恩待我啊！你看我过去这段时间根本就过不了的，哎呀，应该是早就应该该死该灭亡了，主竟然是拖住了我，是不是？这种见证从来来。经历神，他作为你的风云火金的显耀，阿门。好，越经历就越活，所以活这个事情啊，就是生命树的生命。好，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讲几个重要的词啊，特别是什么“生命”这个字。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哈来看一下哈，这个“生命”这个字啊，其实很有很要那个，很需要啊，来消除一下。这怎么弄啊？这怎么消除啊？好，消除了啊。来，生命啊！哎呦，不行，这个颜色要换。好，你这个可以吗？你跟微笑祷告。好，你有开车来吗？啊，那个弄，你要不要照顾一下？可以吗？好，那个生命这个字哈，你们就在那个网络上直接看哦，那个直接我看，不需要那个帮我照顾一下哈 ，Amy 很辛苦这段时间。好，那个生命这个字啊，有三种生命，四个律，三种生命讲到的这第一个叫什么 ？Bios 生命，好，写下来哈 ，Bios。第一个生命叫 Bios 的生命，第二个呢叫 Psyche，Psychology 的生命 ，Psyche。第三个生命叫 Zoe， 这三个生命指称不一样，看得到吗？你们都看得到哈？看得到。好，第一个生命啊 ，biology 的生命 ，biology，biological biology， 什么意思？生理学的生命，生理，哎呀，生，哎呦，为什么出不来呢？生理学的生命啊，第二个呢 ，psychology 的生命 ，psychology 哈 ，psychology， 这是什么？心理学层次的生命，心理学的生命。然而第三个生命 ，Zoe life 啊，才叫做 eternal life，eternal。
life， 永远的生命。好，这件事很重要，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当耶稣说这个神爱世人，甚至要将他的独生爱子啊怎么样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或是信入他的人要得着什么永生。永生是用哪一个生命？ Eternal life Zoe。 听清楚哦，如果他的用的生命写法是 Bios life， 那对不起，我们现在就不需要信主了。因为什么？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死了嘛，对不对？之前的那个这个两千年是不是都死了？生理学上面的生命全死了嘛，肉身都消亡了嘛，对不对？但第二个哈，是我们以为的心灵啊，心理就是啊，精神常在的那种生命，这个肉身会消亡，那个精神常在，那个心理学层次的生命不一样的。他强调的是啊，每一个信入他的人都要得着永远的生命 Zoe life。 好，这个 Zoe life 就是这一次啊，老师要跟你们解释的话什么意思。 Zoe life 啊，是神圣永远非受造的圣洁的生命才叫 Zoe life。 他不是说你那个肉身从来不毁坏，他是说这种生命的性质是神圣的，是永远的，是非受造的。什么叫非受造？非受造是指谁？受造之物是我们人嘛？非受造是指神啊，神的生命才叫非受造，圣洁的生命，好吗？弟兄姊妹，神做生命树的生命就是指这个 Zoe life。 所以我们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叫我们怎么得着永远的生命，而且叫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有没有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父的生命。神父，我们的父有什么样的生命？是神圣永远非受造圣洁的生命，我们也有。阿们。是这种性质上面不一样，好不好？所以现在要了解啊，什么叫生命啊？生命这件事很独特了。那我现在再跟你们讲啊，三个生命四个律的什么概念啊？来，再来讲一下哈、啊。这个是哎，已经写了就没了哈、啊。四个律，律就是规则了，律就是一个什么规律啊、哦？律法规律啊、哦？那个四个律啊，哪四个律啊？很有意思啊。首先呢、啊，我们来看神在人身上哈、啊、造的第一个律啊，其实就是神自己的律，神的律就是律法的意思啊。这个法字啊是额外加上去，让你看得到、看得懂了啊。神的律当然是好的、啊、神的律有没有叫你做坏人？有没有杀人放火？通通没有啊，十诫每一个都是好事啊，对不对？叫你要成为是一个圣洁的人哪、啊、是不对啊？所以神的律是圣的，没有问题吧？是圣洁的 Holy 啊，是好的，好的无比啊。好，第二个律叫做我心里面有一个心思为善的律，善良的善的律，有没有？哎呀，我现在真的好觉得好方便了，这呵呵这竟然可以打字了，我平常都闲得难干死了，对不对？这一次很好啊，哎，心思为善，心思，我真的是我的心里面哈有一个向善的律，有没有？哎，这个弟兄姊妹，神的律是好的，你是不是里面有一个渴慕？我愿意达到神的律，我愿意像他一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心思为善的律也是啊？也是相当好的，是好的了啊，至少是好的啊。那么问题是我们里面后来啊，这个保罗他发现了，我虽然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发现了，原来我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律，是一个律啊，是一个活的人位啊，住在我里面，不要让我能够成功的，你知道吧？这边叫什么？叫做都上来啊！罪和死的律，罪和死
的律。二的我们找不到这个字，这个恶的律，对不对？好的律，好恶，好恶嘛。心思为善当然是好的，但是在我里面去住着另外一个律，叫做最合适的律。来，我现在画一个图哈，你知道哈，这个球啊，假设这个是一个气球。啊，所有的律啊是这样子的，看啊，就是神的律是好的，高高挂在那边，人很愿意去做它，人很愿意持守它。来，我现在没有一个东西我敢丢，然后假设哈、啊，假设一个什么东西啊？啊，这就这个好了，啊，就这个，假设这个是一个铁了，啊，这个是。金子金块好了，哎呀，金子是好的啊，不得了，好啊，哦，神的律是好的，我里面有一个心思为善的律，我想要支持他，我想要怎么样，一直持守这个律，对不对？但是我持守，我跟你讲，现在我持守没问题，过十天、二十天、三十天、一百天以后，总有一天我累了，对不对？他会干嘛？他会掉下来。为什么他会掉下来？因为有一个律叫做。最合适的律比我这个心思为善要持守律更强，懂我意思吗？神的律本来就好的，高高挂着。我也有一个心愿啊，想要持守这个律，对不对？我是有一个心愿、啊，所以我来持守。我靠着我的能力，靠着我的想法，靠着我的意志力，我要去持守这件事，对不对？但是哪一天环境来了，他来怎么样暴露你了？看来啊，你要碰到他的时候啊，神啊，就在某些的时候，哎，我跟你讲啊，如果啊，用一百块啊来贿赂你啊，要做一些什么坏事啊，你说一百块根本没什么，我不要，我坚持我的圣洁。然后一百亿的时候，那个突然心就不太一样了，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是因为那个量没到，你知道吗？这个一百块还持守得住，一百亿好重啊，掉下来了，你知道吗？懂我的意思吗？任何人都一样，只是那个临界点每一个人不同而已。阿们。所以啊，弟兄姊妹，四个律，神的律是好的、圣洁的，心思为善的律也希望持守啊。这个是我想要持守啊，结果呢都没用，因为啊，我想要持守，但持守不了，持守。但是我持守不了。我愿意持守，但是我持守不了。为什么？因为心最合适的律就像地心引力一样，迟早它会把你整个拉下来。那我们是不是一个苦恼的人呢？罗马书七章是不是这样讲？我们实在是苦恼啊！这种事情我怎么处理啊？我告诉你，八章一节二节就告诉你一条路，什么路？来，弟兄姊妹一起讲一下，这边有什么才是救治之道啊？生命之灵的律，哎，生命之灵的律，对，生命之灵的律，嗯，啊，生命，或者生命圣灵的律，嗯，翻译不太一样，嗯，圣灵或生命之灵。的律，哎，我跟你讲什么概念哈、哦？这个，因为它是啊 ，spirit of life 原文呐、啊、，spirit of life 啊，那个，这个部分呢、啊，律很有意思啊。我告诉你啊，它的意思就是那个灵里面就代表生命，懂我意思吗？那个灵啊。哦、你那个圣灵的那个圣字啊，仔细看圣经是不是下面点点点啊、哦？点点点意思就是原文没有 holy 那个字，对吧？它是一个罪字，圣字没有，它是生命之灵的律才是它正确的翻译。什么意思啊？哎，只有生命之灵的律来到我们这边，才能让我们胜过。为什么？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来，很像这条线。
气球。弟兄姊妹，这个气球哈、哦、是很特别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地心引力往下，一定往下坠，但只有一个东西是往上跑的，是什么？充了气了以后的东西是什么？充了气，气是什么？圣灵的意思。当灵进到你里面，然后吹足了，它就什么样？慢慢慢慢抵抗地心引力往上，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有的事都往下，就只有这件事是往上。为什么？因为有亲戚啊。哎，对对对，是圣灵的意思，圣灵的意思。那没有，先不要的，那只是为了解释说明什么东西会往上，了解吗？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往下嘛，为什么这个可以抵挡它？它可以往上去，它可以持守，而不要你来做。我们是我的手来做，我要什么样行事为人，我要怎么样符合神的道，然后我哪一天环境来了暴露了，我就跌倒了，对不对？怎么样能够胜过仇敌？怎么样能胜过那个地心引力的这种情况？只有一条路，一直时时刻刻与神连结，让圣灵怎么样一直住在你里面。只有这个时候是他做你，不是你做，在基督里面胜过一切。阿们，阿们。哎，我们今天是不是好累啊？因为我觉得有点累，连我自己都很累。嗯，是热的原因是吗？所以这Amy 是实在是有点累了哈。来，我感觉哈，来弟兄姊妹，我们赶快往前走，因为为什么？后面还有好多事啊，灵里面活过来。以前我们得救，原来是死在过犯定罪之中啊。然后记住，约翰福音五章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要活了。所以活这件事是在灵中活来活出来。哎，我们的人外面好像一样了，但是在神眼中是死人，像死在过犯病罪之中。什么时候活？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看我们是活人，好吧？来，弟兄姊妹一起念好了，你这样精神会集中。那我们这边时间很晚了，我知道。来，得天天要经历风云火晶，来一起念得救。得救。重生的时候，就经历到风云与火星，圣灵的风吹在我们身上，圣灵的云覆庇我们，并且圣灵的火光照我们，焚烧我们。结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荆棘就从我们里面产生了。这样，我们就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并且被点活，我们碰到神的荣耀，就在他荣耀的显现里得救重生。借着风云火晶的经历，我们原始死了的人就被点活，成为活物。现今我们来天天经历风云火晶，使我们在这里面的人。成为活而充满活力的、活而有力的人，你要天天经历。你没有经历，就会越来越累了。我们都是这样的。来，我告诉你啊，什么叫活啊？活是有知觉的。哎，一个蜡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哦，川普好吧？川普中的那个蜡像哦，这个是他，这个是他，这个蜡像差别在哪里？一个有生命，一个没生命。我跟你讲，他那个你怎么证明？有感觉的，你那个你用那个针啊去刺活人，他就打你一下，对不对？针那个刺那个蜡像没反应，对不对？第一个是有感觉的，大家哎不要用针，用骂的，你骂他你是猪啊，你是狗啊这样的。假设你这样子做，他会反应的，你知道吗？死人是没反应的，因此呢，所有的死人基本上都没反应。对吧？教会为什么叫不动某些情况？在世界里面的人怎么跟他劝都没有用，为什么？没有反应，死人嘛，懂吗？跟世人一样嘛。那你怎么样教导他，然后叫他能够改变呢？生命改变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生命改变是知觉的成长。来，活物的话里面就要有这个证明，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生命的知觉。有感觉的，对不对？活人才有感觉啊。如果你活在神面前，你对自己的情况就会有什么里面的属灵的知觉，对不对？
你有没有得罪神啊？你会不会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你会不会有感觉？我告诉你，很多人没感觉，杀人放火他不觉得是事，对不对？不觉得是事，为什么？他自己都会死，对不对？这是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啊，属灵在世上，如果我们真的是活物的话，我们生活在不荣耀神、不讨神喜悦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强的一个什么责备了。这个责备就是里面有知觉，是活的才会有知觉，死的是没有感觉的。反正我们里面的感觉、知觉是敏锐的、深切的、新鲜的，就知道我们是里面是很活的，这才叫活物啊！我刚开始服侍神的时候啊，教会里面的姊妹啊，就可能是在鼓励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得救啊，我是因为第三代基督徒啊，孩子的话第四代，所以那很正常。我们觉得那个得救是没什么，就是应该的嘛，全家都是这样。但是啊，那时候那个姊妹跟我们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这些全时间的神学生啊，这个读服侍主的人啊，哎呀，有一件事真的比一般人好。我那时候就是啊，很好奇是什么事啊。他说你们那个良心啊很敏锐，他就讲了这句话。其实我以前不觉得我有那么敏锐，但是他讲了那句话以后，我就时时会检讨一下我是不是良心敏锐的人，你知道吗？那个就会让你哎被点活了，知道对，我要注意这个事。以前我是不注意的，我爱干什么干什么，是不是？我们得罪的人我们没反应的，对不对？你越是生命越活的越敏锐，对某些话一讲出口，还没讲出口以前就收回来了。很多人都是讲出来然后再收拾残局，对不对？就是那还会收拾残局还不错了，有些是讲出去的都不管的，是不是？好，我们讲了内证证明啊，有内证还有外证。第一个是内在的，跟我们的感觉有关；第二个是外在的，是跟我们的行动动作活动有关。死人会不会动？不会动。小孩子会不会动？他到处动，叫他不动都不行，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因为他非常活跃，出生之犊嘛，不怕虎，哇，跑来跑去，对不对？嗯，那个狮，哎 ，Lion King 哦，你们有机会去看一看哦。还有那小狮子，真的是，哇哦，好厉害哦，就被人家这个，哎呀，连那个什么野猪都比他大，对，因为他还在生命中嘛，他在自以为是而已。好。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啊，活的人是会有行动的，外面会有彰显的，里面刚才讲过，知识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感动，要有一个知觉，但是外面会有活动呢，你会不会祷告？属灵的呼吸叫祷告嘛，对不对？哦，都不祷告的，有这种人还活着，懂我的意思吗？你要不要吃喝？属灵的吃喝叫什么？读经。你又不祷告又不读经，对不起，你呼吸都会没有。哎，不住的祷告，凡事皆难，不住的祷告怎么样？不住的，只有呼吸是不住的祷告。哦，对，我好像没有跟你们讲过，我是主日聚会有讲，我讲祷告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它是一个状态，是神和你连结的状态，一直不断的活在基督里，这叫祷告。里面的基督跟外面的基督、天上的基督连结啊，这个叫祷告。把那个哎，记不记得那个天梯啊？这个天梯啊，上面有使者上去下来，把地连于天，把天带到地。阿门。这就是我们的状况，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状况，一直不断的有进有出啊，呼吸连结在那个环境中。来，弟兄姊妹。很多的这个外面的动作就会证明你是活的。你有祷告，你有读经，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进功用服侍主，为神说话，传福音，侍奉神，有没有？全部都是活物才有。好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都我都得救几十年了，从来没传过福音，不生育的嘛，你知道吗？是啊，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见得是好的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活物，好没？所以活物的这件事情是要生活的原则，是活在生命里面，让基督抵替你，然后在你里面，然后发光照耀，然后能够做出所有讨他喜悦的事。来，所以成熟的人越成熟越活，
啊，越成熟越活。那么我跟你讲哈，在主里面是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在 Cerritos 的时候，看到一位老师母过世了。哎呀，我那都已经20年了。哦，那我看到他在那服侍的时候啊，那时候在活还就是还在地上的时间呢、啊，我看到他服侍，他是一个非常温柔、这个慈祥的那个老人家。他那个带我们的那年轻人哦，他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高高在上。他在那边哦，我看他那摆桌椅啊，他也去摆。他很早就到教会，他在那边放的时候，他的行动没有那么快，不是那种跑来跑去的那个小孩子啊那样。他每一个动作你都看到神的光、神的爱、神的生命在他身上。我每一次去到那个教会哈，我看到他那个在门口啊，看着我笑。点头感谢主，然后为我祝福的时候，你知道我得到什么？得到很大的生命的鼓励啊！在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看到的这些都是榜样。他年纪长，但是他却是生命里面满了活力，而且那个活不是外面好像这个动那个动的那种，不是，他这里面很深的生命的一个彰显流露。弟兄姊妹，我们越是在生命里面啊，都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看的。所以你知道哈，你能不能从活这个字毕业？什么时候毕业了就死了，懂我意思吗？那个呼吸要一直不断的依靠，这个呼动作是一直不断的依靠。什么时候你说啊太累了何必呢？哎呀我就算了，有一段时间不呼吸了。我就想什么时候不呼吸什么时候就sayonara，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啊，神的工作是很独特的。在我们身上经历风云火晶，好叫我们这边成为真正的四活物。好了，我们来现在看到四活物的四字啊，这个四啊我已经讲过了，跟神的造物有关。四活物很明显有人的形象，所以人是神的造物，讲到以人为代表的。好，在启示录五章那边啊讲啊，主从四个来源救赎了我们，他从哪里？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得着我们，而且呢，在启示录21章那边告诉我们啊，新耶路撒冷四边，东西南北四边，对不对？哪边有三门，就他很容易啊接触到各地的人，只要你愿意，他都向你敞开。阿门。四这个数字是象征我们是从各支派、各方言、各邦国各邦国、各民族里面被主蒙拣选呼召出来的人。在神眼中我们就是四活物真正的一个彰显。那么基督完整的彰显很特别哦，基督耶稣到底有几卷那个传记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它是四卷，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它是四个不同的方向面向的，对不对？四活物不能算为个别的，它是一组完整的。你要这四面都看呢，它是人，它是君王的师，他是牛犊的这个奴仆，他又是完全的人，他更是超越的非裔，他是什么道成肉身的神，懂我的意思吗？不一样。好，所以我们的基督啊，他那个彰显呢，四活物也在地上彰显神那完整的彰显。你要知道啊，你不再属于自己，你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请问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是谁啊？是属于谁的？来，弟兄姊妹，老师这个身体上面很多肢体，对不对？我们那个照这个 ID 上面啊，你看的时候是我的头，对不对？但是你讲那个头，你不会这样讲，你不会讲那个只是林老师，你会讲那个是林，你会不会讲那个是林老师的头？你不会这样讲，你会说那是林老师，对不对？同样的，你看到基督和基督的身体做他的扩大并彰显，对不对？是一个什么样两者完全的彰显。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啊，你是属谁的？你是属基督的。你是谁管制的？你是基督管制的，头管制的。好没？哎呀，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到这保罗真的是很了不起，在圣经里面就他看到那么深，他看到基督的身体这个意象。那我后来发现，我们 有很多人啊，牧者都教导，我觉得很好。你知道怎么样？为什么是保罗看得见，不是其他人看？你仔细看啊，保罗在得救的时候，他是不是扫罗啊？
到处追杀那些这个呼求署名的人啊，对不对？然后他被带到那个大马色路上，结果天上有大声音向他说，对不对？有大光向他显现，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谁？我。哎，那个很好玩哦。扫罗这个人啊，脑筋还是不错的。哎，天上来的声音一定是神哦。但是这位是谁啊？是我的主，但是是谁？主啊，你是谁？是不是？是他是不是问的这句话？后面主怎么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讲得很清楚哦。哎，我觉得扫罗如果可以跟自我辩论一下，他说什么时候我看过耶稣啊？我从来没打过他，我没逼过啊。就算你是基督，你就是那个主啊，我也没有做坏事啊，我没有对你做坏事。我唯一做的是什么？基督徒，我去逼迫他们，就他眼睛就瞎了，对不对？三天三日三夜，后来等到亚拿尼亚来，然后帮他领出来，神就怎么样，让他又重新蒙光照。请问他那三天三夜什么不吃也不喝，他在干什么？在祷告，他在那边想。我想不透，我什么时候欺负过耶稣？我连看都没看过他，对不对？啊！后来想了，我打的是谁？基督徒。但是这个主却说，你打的是我。你打这边，他说是我。他是什么？基督的身体。阿们，听懂吗？哦，原来这是神圣奥秘的范围啊！真的，打这个就是打到他。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子里面一个，你不要随便的这样的欺负他。因为你可能欺负到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谁啊？基督嘛，就是自己，他的自己嘛。哎，我当然是我们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他是基督啊，你懂我意思吗？哎呀，我实在哈很感恩了，看见这样的意象，你才看到那完整的彰显。阿门。来。这个四活物啊，一章五节特别讲，四活物有人的形象，它是在宝座形象以上，仿佛人的形状。人在圣经里面极大的一个奥秘。来，今天这个时间已经很短了，我在这边的话要给你们几个重要的概念，很快，这个都有了吗？我们的那个弟兄已经也上来，然后也有其他的国家的弟兄呢来上来了啊。来，我们先停，这个要怎么样把它洗掉啊？清除一下，清除披露。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件事啊，什么呢？来，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什么？活物是不是四个面？我刚才 要跟你们讲什么，突然是忘掉了讲到人这个题目，你知道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题，是系统神学里面一个相当大的主题，叫做人论。好，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有这种逻辑观念啊，听一下啊。你说这个圣经啊，一个系统的解法是怎么解的啊？你现在听一下。首先，你仰观天上天下，你在看啊，安静的时候啊，仰观天上万物啊，你就发现，哎呦，这个有神哦，是不是有神？你看到所有神的造物。不然听星星月亮太阳或者是花草树木 小蚂蚁，你看到他们，你观察他们，你就发现神是太奇妙了，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是怎么样在这些神的造物中就看到他的存在。有神本身的意思就是神是神存在的意思，存在。好，有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所信的神是谁？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原来叫做三一神。基督徒所信的神跟那个什么外邦人，特别是犹太教啊，这个穆斯林啊，最大的差别，我们所信的是三一神。三一神有三个方面了，除了神的部分以外，三一论
或者是神论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基督论。哎，第三个部分啊，叫圣灵论。好，你看到这三个部分呢、啊，你就知道，哦，这个都是在讲到什么神的自己，对不对？啊、哦，这个是讲到神的自己。来看，我们从这边呢、哦，用不同的颜色来看，来这个方面是吗？通通是讲神的概念。好，有神论，有基督论，有圣灵论。好，不要用这个，太难看。然后再来，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你研究的神以后跟我是谁？我是人呐、啊，有什么关系？好，就来看看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是人，对不对？人跟人有关系的、啊，人怎么来的？创造论。对不对？那么人创造以外啊，哎，后来啊，因为堕落的天使啊，然后就试诱了人，对不对？天使论，导致人怎么样？人就跌倒了，犯了罪了，罪论。那罪的代价就是死啊，死后且有审判，人需要什么？需要救恩，救恩论。那个救恩怎么来呢？哎呀，感谢赞美主啊，终于找到路了。原来救恩，这个救恩是从哪里来？跟主耶稣基督连接起来了，懂吗？所以刚刚开始啊，你仰望天下万物啊，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你只会得到有神，而且你穷尽这个所有的一切，你去理解他这个神的这个理解。它是出现在什么启示论上啊？就是圣经论或启示论啊。来，我用打字的哈、啊。看启示论。哎，我觉得这个真不错，以前都字都写的难看死，这一次写的还不错，是打字的哦，这个差蛮多的。哎，来，好。这个，来，弟兄姊妹，启示有分成两种，第一种启示啊，叫做什么？自然启示，自然。好，第二种启示叫什么？特殊启示，特殊。什么叫做自然启示、特殊启示呢？哎。自然启示就是刚才老师跟你讲，你看天下万物的时候，对不对？它自然之间就明明有神啊，你可以从那个神的创造看到很多神的作为，神一定存在，一定有一个智慧的创造主，对不对？但是什么叫做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这一位神，他是自隐的神。什么叫自隐？隐藏的意思。来，我们的这位神啊，是一个自隐的神，自己。隐藏，自隐之神。所以，什么叫做自隐之神？神是这个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人不能靠近他，人没有办法认识他。那人不能认识他，除非他愿意把他自己的属性、他自己的所事所作，愿意启示给人，人是不会知道的。对不对？所以啊，人类的最落后的部落都能够有怎么样拜神的这种习惯，但是啊，只有在圣经里面，他愿意把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位，亲自的向他所拣选的人起名，把他自己是怎么样的告诉人，人才能真正的了解他是谁。这叫做自隐之神借着圣经特殊的启示，叫人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他是三一神，原来他就是基督，原来他就是圣灵。圣灵和基督这三方面，哈，记住哦，来记住这个事。哎呦，又不见了，怎么搞的？
再需要一次，好好，来来来。哎，怎么？白板，好，这样哈，来，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啊，我看啊，这个是神，他自然界就已经明明可知了，他又愿意啊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他原来是本来就存在的，他是自隐的，但是他愿意把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告诉你，他讲了两个方向，第一，神的所事。还是打字的快哦，快的哈，蛮好。所是，然后第二个呢是所作，听得懂吗？所是是讲 his being b i n g， 所作是讲 his doing d o i n g， 好不好？这是了解神学啊，系统神学的这个神学，特别是神论、基督论、圣灵论都要学习的东西，就是在这个上面哈、啊，看到什么？他是啊，他的所事，神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懂吗？只要这个搞清楚，你就能够定位出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我们的神这一面你已经搞懂了以后。他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哦、原来人的创造是 从父神而来，当然人呢因为天使堕落的事情呢、啊，就是什么样，然后犯了罪，那罪的代价就是死或且有审判，所以人需要什么救恩，而救恩是从哪里来，从基督来，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才能重价买赎我们回来。好、哦，最后来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啊，系统神学里面的后头的几个人的得救很重要。难道神只爱你一个人，只为了你一个人得救吗？不是，他是要一个团体的新人，叫做 Ecclesia。Ecclesia 是什么意思？蒙召的会众，蒙啊，蒙怎么找不出来呢？蒙。M-E-N-G 啊 M-O-G 为什么不出来呢？蒙、啊、蒙、啊、招，哎呀招，怎么 不出来呢？Z-H-O、啊、第一个 Z-H-O、蒙招的会众，贵重。众人。好，第六啊。了解吗？ Ecclesia 什么意思啊？来，哦，我觉得这个真好，哎、欸。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写了哦。来，这个哈、哦。这个字本身啊，哎、欸、就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两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叫 ek， 第二个方向叫 klesia 啊。ek 的意思啊是 out of， 啊也用打字的，大家以后就看懂了，不会说老师我看不懂了。嗯，好 ，out of， 出于的意思，出于 ，out of 出于。那么 klesia 是什么意思呢？另外一个叫做 calling。就是呼召的意思，呼召。好，所以啊，你现在看懂了哈。Ecclesia， 我们啊，在圣经中其实好几处 Ecclesia， 但是呢，在它翻成教会啊，就很少翻成真正是翻成教会。来，我问你一个事啊。福音书有四福音，对不对？教会很重要吧，在新约里面。请问福音书里面出现几次教会？只有两次。一次马太福音十六章，讲到我要将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对不对？阴间不能胜过它。第二次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就是说人啊，你若是啊，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啊，你要跟他私底下先讲，沟通一下，
他不听，再找两三个人，再不听就告诉教会，对不对？第一个教会啊，是永恒的、永世的、宇宙性的教会，所以我们都是教会，只有一个，是这个意思。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身体不可能分开了嘛。但是第二个教会是什么？地方性的显出，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这一个能够寄托的一个地方，然后把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扶持的这种教会，所以才能把这个你所要的告诉神，也能够告诉教会嘛，对不对？好，这个是蒙召会众。所以弟兄姊妹，人论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教会论。教会论，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好了，那教会论之后呢？哎，我跟你讲，教会是不是一直到持守到勇士啊？对不起哦，圣经里面只讲到启示录第三章，后面你就找不到教会这个词，但是那个意义 Ecclesia 还在，它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叫做国度时期，国度论。就是所谓的千禧年啊，这种概念啊，但是国度哈，它现在就是神的国了啊，所以它不一定是要未来世啊，它现在就可以是啊。然后到最后末世论，末世论。好，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吗？哎，怎么出不来啊？末世论我不是在打吗？末世论，末世论，好，好了，弟兄姊妹啊，你现在看哈这整个的流程，我用蓝色好了哈。你仰观天象万物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神的启示，他从自然界里面告诉你有神，他从他特意的来启示他自己给你，他历世历代都启示，比如说亚当和这个挪亚、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历世历代他都讲他是谁，对不对？他把他想要做的也告诉你，所以你看得到有神。那有神，神存在，神又是自影之神。那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哦，原来他是三一神哦，所以这个是神论的部分。神论的部分要讲到神的所事和所作。那讲到基督论的时候，基督的所事和所作。然后讲到圣灵论的时候，圣灵的所事和所作。听得懂我意思吗？好，这样呢，你就可以把神到底是谁搞清楚了，是圣经怎么讲的。问题是，研究了那么多圣经关于神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哦，我是谁？我是人。哦，人论是什么？里面有涵盖的，人是怎么来的？创造论。然后人为什么会堕落？是因为堕落的天使，天使论。然后人堕落以后犯了罪，罪的代价就是死啊。那罪论，那罪呢要怎么样来得着拯救呢？啊，原来是救恩论，连结于基督。了解吗？这两个神与人就连接起来了，借着救恩，借着基督，神而人者完成了。但是他不是只是得着你一个，他是要得着一个什么完整的教会 Ecclesia， 蒙神拣选呼召的会众都要得着。然后呢，这个教会至终要成为一个什么神的国，对不对？在圣经里面讲很有意思啊，这幕后了就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很清楚的讲了。好，再来，哎，最末了的世代到底是什么？这个叫末世论。阿们。哎，我发现的话，我用这个打字的很好用啊。我们写了半天很难看啊，这个打字很漂亮啊。好，弟兄姊妹，看懂了？整个系统神学，整个系统神学的基本结构就在这里。哎呦，还是要打字好啊。差太多了。老师今天用最简短的时间，在我们最后的十五分钟把这个概念讲给你听了。所以你每一次听人家讲什么叫系统神学啊，不要觉得慌啊，没什么了不起，就是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从那个从时间里面，从空间里面，从一切的一切，他是怎么启示他自己，圣经到底怎么写成的，对不对？
他是自然启示还是特殊启示，把他自己显明给你看，有神，神真的存在。而这位神，基督徒所信的跟别人之所以不一样，因为我们所认识的是三一神，所以我们的启示跟人家的启示是不一样的，不是说都拜神就敬拜的一样的事啊，不是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他的所事，他的所做，基督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死了，哎，对不对？他是谁？他是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神道又成了肉身，知道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实际，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真理，有实际，什么意思啊？这位基督他不是普通的来啊，他就是神的自己，所所事是神，但是他为我们成了肉身，他为我们怎么样？在经过人性生活，生活经过死，死而复活，生还要死而埋葬，然后生复活，升上高天啊！他所有的过程就叫基督所做的事。然后圣灵呢？到今天圣灵行传呢、啊？使徒行传叫圣灵行传，我们还在进入是什么？是圣灵借着人，然后推动神的工作。今天圣灵的名字就很多、啊，你讲的圣灵对不对？有没有耶稣的灵？有没有基督的灵？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灵？都有啊，很多啊。这个表示他有不同的面向。简单讲，耶稣的灵强调他基督人性的生活，基督的灵强调他复活升天以后的那个神性的这个基督的这个、基督的神性。那耶稣基督是什么？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他是什么？又是人又是神，他是经过一切的什么呀？所有，他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释放我们众人，阿们。所以他每一个词，他讲出来就有意义。圣灵承运，记不记得？童女圣灵承运，请问童女玛利亚对不对？圣灵承运是圣灵哦，确定写圣灵。但是啊，在约翰福音7:37的时候，那边讲很特别啊，那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就想说，那这个圣经里面讲，那时还没有那个圣经里面写那灵啊，那个那灵的那字哦，就是我们的翻译和合一本写，那时候还没有圣灵，所以他那个圣字下面有一个什么点点点，凡是点点点的意思是什么？原文没有。那时怎么会没有圣灵呢？圣灵都怀孕生子了。听得懂我意思吗？圣灵早就存在了，所以他讲的那个那时还没有那灵的定冠词啊，甚至经过过程是生命的灵，它是一个完全的完成，必须要经过死而复活以后的那个灵，耶稣基督的灵，完整的才叫做 The Spirit， 懂我的意思吗？它有指称性的，是一个哎，圣经论的圣经那个字叫 Biblia， 对不对？ Biblia， 还有这个是什么？圣经的拉丁文，意思是什么？就是书嘛，就是 book 嘛 ，book 嘛。但是它加了一个什么定冠词，叫做 the book。the book 意思是什么？只有这本才叫书，其他的不是。只有这本叫圣经 ，the book 就是叫圣经的意思。我们只称 the book 就是某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圣经的意思。那 the spirit 就是那什么呀？经过过程各方面的一个什么？耶稣基督那包罗万有的那个是那个意思，是完全中的完全，好吧？这就讲到神的这一面，然后讲到人的这一面呢，讲到人论、教会论，还有国度论。至终总和叫做末世论，是神与人共同相互的居所，叫神与人都得着满足。好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时间终于到了哈，就是为什么跟你讲人这个题目这么重要，因为它刚好在一个枢纽上，神与人和神人互助的居所这三个大段论。听神的部分就是三一论、神论、基督论和圣灵论，讲了一大堆的这种事。人的部分刚好在中间，然后教会论还有国度论和末世论，全部都是人与神之间连结，然后最后的结果。阿们。
所以神的心意在于人，而神的思想都集中在我们身上，神的心在我们身上啊，他要得着我们，要我们怎么样彰显他，代表他，为他自己一切，阿们。所以四活物有人的形象，宝座上的神也有人的形象，这指明啊，神的中心思想和他的安排都跟我们有关。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边。